你没老婆了，我懂。要我的女人多了，是我不要她们。我应该做什么？我可以做什么？后发制人。葛天明白了吗？放心，我懂。白痴。今天大家都说我妖王宴的主菜，生吃妖王肉，好吃。金明，我年龄，我像贼吗？别跟我装糊涂。我怎么可能是贼？还没有路飞的消息吗？你们改剧本，商会出资弥补你们损失的一半。你要我改剧本？不可能。你来了。啊。红豆补血，别补补其实，我多喝一点。This is good。今天咱们无罪不会。我想知道，到底生娃娃是怎么回事？